哈罗各位，今天我要来当校长。校长呢，就是要看起来严肃。我们先换掉这个堪忧的身高，再换上凸显校长地位的帽子，以及中老年人会穿的吊带，然后换掉这个猥亵脸。一个帅气校长就完成了。早安咖啡，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那么旧的梗。因为我是跟不上时代的校长。好的，影片到这里结束了。晚安咖啡，谢谢，再见。